聚焦科技，创新金融。26年的探索，是金融人科技创新之路。26年的征程，是金融人转型升级之路。1995年成立至今，金融科技不忘初心，续写新的华章。江苏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企业，是集针织机械、纺织机械以及数控专用机床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公司位于长三角核心区域江苏常熟市，占地面积近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创新之路，科技自立自强，创新智能制造。金融科技致力于成为一家专业化、精细化、科技化创新型公司，围绕纺织行业布局智能制造，依托优势资源构建科技型创新生态，依靠核心技术铸就腾飞之翼。公司研发实力雄厚，科技成果显著，三大系列产品电脑横机、箭杆毛巾织机、电子多臂机，主导产品龙星牌多功能电脑横机连续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江苏省著名商标、江苏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江苏名牌产品等称号。2017年，公司与上海太平洋机电集团合资组建了太平洋纺织机械常熟有限公司，创新开发了 G6500 系列织机。公司先后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颁发的科技进步奖，拥有145项国家专利，其中46项发明专利，是国家纺织行业标准电脑针织横机的主要起草单位。公司是国家纺织机械生产的龙头企业之一，导入了先进智能车间生产管理执行系统 ERP 加 MES， 引进了一批日本东芝马扎克卧室加工中心、德国 COP 凸轮磨床等高端数控机床，以及蔡司 Omega 三坐标测量机、光谱分析仪等高精度检测设备。由中国针织工业协会授牌，公司组建中国针织电脑横机应用技术研发中心，以自主研发趋势花型素材21600余款，是全球知名专业的针织类产品设计研发机构，合作客户260余家。人才之路，强化人才培养，激发团队活力。近年来，金融科技积极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依托雄厚实力稳步推进产学研合作。公司拥有一支高级工程师8人、工程师25人的研发团队，同时与天津工业大学、东华大学、西安工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一批有针织专业特长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了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有专业从事电脑横机挡车、制板、毛衫工艺、维护等培训的国家级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是纺织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服装制板师等级鉴定点和常熟市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训基地。公司党总支秉持补位不缺位、到位不越位的两新党建工作理念，以扎实创新的党建工作作为企业运行的润滑剂和助推器，提出金色党徽耀龙星党建品牌，做到了队伍、素质、贡献、发展并重，合力、能力、潜力、动力，助力企业远航。共赢之路，以口碑赢天下，以品质赢未来，稳健发展，持续创新。金融科技的产品和服务深获市场的认可，公司旗下15大系列产品
远销40多个国家，布局全球50多个服务网点，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售前规划，售中培训，售后维护，金龙科技以口碑赢天下。金龙科技始终遵循科技创造未来的发展理念，把提高产品可靠性、稳定性、先进性作为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断引领中国针织技术向高端领域发展。咱今年公司选购了700台荣兴牌的电脑云机，那我通过调试以后啊，对它各方面的工作性能都感到非常的满意。荣兴公司也派出了一个庞大的售后团队，我们对它这个服务也感到非常的满意。Merhabalar. Aksu Elektrik Sanayi ve Ticaret Üretim Şirketi Genel Müdürü Sıddık Aksu ben. Önce yaka makine parkurumuzdan başladık. Don şirkete geçiş yapmayı. Kapasite olarak, kabiliyet olarak çok gelişmiş, çok güzel bir makine. Don şirkete büyümeyi düşünüyoruz. Programımızda olan şu anda mevcutta. 作为龙芯电脑云机的忠实用户，在多年的使用当中，我们对龙芯的品质和服务都十分满意，所以龙芯电脑云机是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未来之路，肩负责任使命，实干成就梦想，品质夯实发展之路，创新助力巨龙腾飞，金龙科技努力践行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爱心志愿，奉献社会，成长出一支拥有家国情怀的金龙人。未来，金龙人同心协力，锐意进取，实现产业集聚、人才集聚、科技集聚，将金龙人的理念代代传承。